天晴天每天发生，红灯绿灯所有信号在等，蚂蚁般的人群渺小到被忽略身份，斑马线交错像银河星辰，世界变慢时好像沉，对围堵住的城，谁是龟兔赛跑的人？我等你将是最长情的过程，假面成宇宙伟大的精神，等时间按下快门，在青春不遗余力沸腾。哥，如果你不想去，你可以。茉莉，你看到了吗？谁都逃不过最终的审判。乔佳宁，戴面具的人卸下伪装，该如何接受秘密爆破？佳宁，你不该来的，你为什么要来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接近我，真的舍不得。你所有的问题，我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。先上车。事到如今，还不打算告诉我真相吗？你问吧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接近我，是为了原计划。是。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哥，不说我也猜得到。TJS， 你知道的越多，你就越危险。那这段时间。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呢，也是你任务的一部分。一开始是，可是后来……不用说了。
我死不足惜。可是我不想看着你自毁前途。我不在乎。你不怕我杀了你吗？放开他。我告诉你，颈上的大动脉才是一道毙命的地方。你想好了，随时动手。三长两短，加之才这一辈子都别想得到配方，快去呀！君王问山，如果你把配方交出去，我就是变成鬼，我也……你要杀我？先让自己活下去才行，否则我立刻就交出配方。可以，你说王老的心血，心是所有人的希望，不能交出去。怎么回事？
在路上发生了些意外。意外？他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以后，你们肯定发生了争执，在争执中，你误伤了他，对吧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他。放不放过他要看你的。先生呢，我是来和你谈条件的。我说了，我是不会交出配方的。那如果我杀了他呢？你不会。是吗？他是中国科学家，如果在这里出了问题，会引起国际重大。到那个时候，关注这件事情的媒体会把所有的内幕都挖出来。我想 TKS 应该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否则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被曝光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对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空手回去吧。等他好了，放他走。至于我，我会跟着你，听你的话。小山呐，当初你为了自由不惜威胁我，现在你宁愿为了这个女人重新归顺。我没有选择。有，当然有了。周小山，我知道你深爱着这个女人，我成全你们。你只要交出配方，我保证你们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今后不再有人再打搅你们，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查出。哎呀，小山呐，小山呐，人只能活一次，有什么能比生命更重要的呢？你看看，它只不过是一个配方而已。你不管你是把它给 Original Life 开发，或者是 TKS 他们搞开发，那最后的结果都是造福于人类呢，没有什么坏处啊。再说了，你还能获得重生，你和邱佳宁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，这点小小的妥协是非常非常值得的。原计划对于邱佳宁来说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如果交出了配方，等于是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我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。那看来邱老师这趟欧洲之行只能是有来无回了。好好想想吧，好好想一想。没什么问题，可以出院。刀呢？你看到他不害怕吗？为什么要怕？那很好。丛林中的规则，自己的刀，用自己的血开刃。
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这是软禁，是犯法。听着，在这儿，一切都要听我的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？邱佳宁，你别无选择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出卖原计划的，我一定会极尽所能，让你回到中国。下手吧，收牛肉切片。你问我是否见过最绚丽的火焰，烧不尽的它不曾熄灭，海洋和陆地分界，阻隔着海岸线，等待着跨越到。你伤口是不是还很疼？我来切吧。我自己切。我们的船在无尽深海中漂流，却不曾担心迷失方向，因为我们正在航向无边无际的风光，有你陪我。切好了吗？好了，你别又把牛肉片切成牛肉块。张开我的手，真相信我着那微微的火光。哎，徐安宁，切片儿、这是块儿。是块还是片要有参照物的。你刚刚只是让我切牛，没有说标准是什么，我就按照我的标准来切。你是我所有希望。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。吃好了。佳宁，放手。
佳宁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出去，我要换药。拿来，我帮你换。不用，我帮你。不用，拿给我。你想死在？佳宁，佳宁，对不起。放心，我给你用了特制的药膏，不会留下疤的。告诉查志岑，我一无所有，只有这条命，他要就拿去。谁？我。你走吧，我没话跟你说。想听故事吗？男孩出生在一个小村落，一家三口靠着种茶为生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但是很快乐。在男孩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，从此之后男孩就和母亲相依为命，一个孱弱的女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小男孩就是大家欺负的对象。男孩把母亲受到的所有屈辱都看在眼里，还未成年的他就学会了打架，甚至学会了用枪。男孩想尽自己的全力保护他的母亲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他的力量太小了。男孩的命运在他救了养父之后发生了变化。他的养父是称霸当地的人物，他看中了男孩的天资，不惜耗费重金悉心打造。他把男孩带到了欧洲，供他读书，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。母亲对养父感激涕零，因为他的儿子终于可以改变命运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母亲渐渐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养父所有的付出都别有用意。他是让男孩替他完成一次又一次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母亲请求养父不要再这么做，
当夫残忍地杀害了男孩的母亲，男孩仍然被蒙在鼓里，还是浑浑噩噩地帮着养父完成一次又一次违法的任务。男孩所有的心愿就是尽快报完养父的恩，回到母亲身边陪着他，让母亲过上安逸的生活。可是男孩错了，从头到尾都错了。他以为不断向恶势力低头，不断向命运妥协，他就可以从漩涡中脱身。但其实一旦踏入黑暗，只有走出来才是正道。楚佳宁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不是所有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不管是身在云端还是身陷囹圄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善，选择光明。你说过同样的错误你不会再犯第二次，我也是一样，我绝对不会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再一次被黑暗吞噬。你笑什么？你这么藏不住心事，怎么做这一行啊？你再说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第一次看到你和周小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喜欢他。你不知道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当初为什么不拆穿我？没有这个必要。因为周小山爱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可是我爱他，我比你更爱他，我为他愿意付出我的任何东西，包括我的命。你呢？你甚至不愿意为他出卖项目。你为什么那么爱他呢？他救过我的命。除此之外，你看什么？茉莉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愿意交出配方，渣制裁就会放我们两个人走，让我们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。你那么爱他，甚至愿意为他付出你的生命，怎么会甘心眼看着一个你讨厌的女人跟他远走高飞呢？放了我，不会上你的当。
扎叔。嗯。哎，听说你想见我啊？我来和你谈条件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？你放了裘佳宁。你做梦呢？扎叔，您想要的是原计划配方，不是裘佳宁。不要本末倒置，坏了正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您只要放了裘佳宁，我就交出原计划配方。你真的愿意？你就不怕裘老师恨你？以前会，但现在无所谓了。他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我和他没有可能。我只希望您可以放他一条生路。我要洗澡了，请出去。是不是不管我干什么，你都要跟着？我的任务就是监视你，但我不存在就行。我挺好奇的，茉莉，你不难受吗？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苦苦乞求另外一个女人的爱，但是自己还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。别打岔激我，你没几天好日子可以过了，是吗？可是我能想象到的结果应该就是他自己交出配方，然后带着我远走高飞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隐姓埋名过完一辈子。虽然这是我认为最坏的结果，但却是你求也求不到的日子。迟早会让你死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你不看，因为周小山会杀了你，很气对不对？我活着，你跟他不可能；我死了，你和他更加不可能。人生就是这么残酷，不属于你的你永远都。一条生路，走不走？他回来你就走不了了。我要收拾东西。都在这儿。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。快点，没时间了。为什么要放我走？你别误会，我没那么善良。我就是想着你走了，小山哥哥就不用背负那么沉重的包袱了。但你记住，走了之后就别回来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
滚吧。沿着这条小路下去就是公路，随便拦辆车，公路直通机场。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毕竟，这里是他亲手布下的雷区。佳宁，他跑了，他打给我跑了。茉莉，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？裘佳宁一个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人，能让你昏迷而不致死？说，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？喊我说。我告诉你，我把他杀了，尸体藏在你找不到的位置，你杀了我替他偿命啊！你以为我不敢？啊！换来我重要的事，足够让我杀你两次。你别自欺欺人了。好，你明明知道配方是什么，你经过他的同意就是不说。我这是看着你犯错，哥，我就是这么杀了他。哥，你要杀了我！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他在哪儿？哥，你以前从来不这样的，你以前对我很温柔的，怎么这个人出现了，你就要杀了我？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你说，说，乔佳莹在哪儿？你说。你也行。反正他现在应该已经死了。什么意思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一点屋子后面有片森林，里面有地雷。乔佳宁现在应该已经死了，死无全尸。干！别解开！人没了，我们去找。开枪啊！你开啊！你开枪！是，让开！这是片雷区，到处都是雷，随时都可能爆炸。你到底对我撒过多少谎？别动！
危险。我不怕死。我怕你死。今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去跟你那个渣叔做交易了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现在不说，什么时候说？等你把配方都交出去吗？邱佳宁，你不要再任性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回家，跟我走。放下！邱佳宁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我是不要命了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我的死活的话，就应该守住原计划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可是在我的心中，你的生命比原计划更重要。可是我不能背叛我自己，更不能背叛我的国家。是，我自私点的话，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。但是那样的邱佳宁，还是你爱的那个邱佳宁。此。